弹刀上了。吃的药材都用完了，是得赶紧找个地方补充一下。嗯。天晴山脉，小云大哥，我们到了。这么多飞船，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城。可是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？放肆！哪里来的家伙，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？抱歉，在下初到宝地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。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，兔包子进城得好好调教调教。